有一个小女孩，9岁的时候被人掳走。挟持小女孩的那对情侣，最后没有去要赎金，而是把小女孩当自己的女儿养大。你看过这个故事吗？当然，那是实业写的书。那个小女孩后来变成一个连环杀手，那是他访问那个小女孩之后写的故事。那个小女孩那么小哎，找不到爸爸妈妈，她也不能回家，只能跟着陌生的叔叔阿姨。他们还对她好啊！别动啊！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声音，妈妈在钥匙，我手机，洗澡了。什么时候洗的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？啊！什么啊？我出去了！啊！画的。喂，总编。武明三，请问你搬完家了吗？你不要怪我这时候打电话给你，今天继续给我想办法找到实业，牵进来公司，立刻给我来上班，不准迟到，不然我今天一定 fire 掉你啊！啊，这是怎样？喂，丹芳，我今天早上怎么回家的？哦，你对面那个邻居叫什么高天硕的，送你回家的啊。我不省人事吗？